追逐梦想，城市同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及国际局势。本周前往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参加 Lollapalooza 音乐节的音乐迷们将被要求出示证明，证明他们在过去三天内已接种 COVID-19 疫苗或对该疾病的检测呈阴性结果。为期四天的音乐节从周四开始，每天约有十万人参加。 自去年夏天因冠状病毒而停办众多活动后，该音乐节或成为芝加哥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最大的聚会活动。要获得入场资格，与会者必须出示疫苗接种卡或不超过七十二小时的 COVID-19 阴性检测打印副本，而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必须全程佩戴口罩。公共卫生官员和其他人担心，如此大规模的聚会，即使是在户外，也有可能演变成超级传播事件。 据 CNBC 报道，在本月初两天内有两万人参加的小型音乐节，导致近一千例 COVID-19 病例后，荷兰官员为此感到震惊。 当时的活动采取了与芝加哥类似的保护措施。尽管芝加哥的每日新增病例数从一周前的104例攀升至周三的176例，但该市并没有出现最近几周美国其他许多地方经历的那种激增，而且其日均病例数、死亡数和住院人数均有下降。 在全国范围的暂停驱逐令到期前几个小时，周五，国会竞相延长禁令，以防止数百万美国人在，在 COVID-19 激增期间被迫离开家园。众议院小组召开会议，考虑通过紧急立法，将周六到期的禁令延长至十二月三十一日。但在分裂的国会中，批准延期将是一条艰难之路。超过三百六十万美国人面临被驱逐的风险。 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罗西恳请同事们采取行动，称这是一项道德义务。 不仅要保护租房者，还要保护被欠补偿的房东。佩洛西在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国会必须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，既考虑无法支付租金的家庭，和需要支付租金的家庭。”总统乔·拜登周四宣布，政府将允许驱逐令到期。拜登辩称，在最高法院表示暂停期限只会延长至本月底后，他们束手无策。 并非所有立法者都同意延期。众议院正准备在周五休会，参议院也在考虑紧急立法，但在五十对五十中通过可能性会更加困难。 起草紧急法案的金融服务主席、加州众议员沃特斯敦促他的同事采取行动，但华盛顿的众议员凯西·麦克莫里斯·罗杰斯是另一个处理该问题小组的最高共和党人。他表示，民主党的法案太过仓促。他说：“这不是立法的方式。”在早些时候，国会向各州投入了近四百七十亿美元，以支持房东和租房者。因为工作场所关闭，许多人突然失业。但立法者表示。 州政府在新计划中分配资金的速度很慢。周五，他们说只花了大约三十亿美元。根据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，截至三月底，有六百四十万美国家庭拖欠租金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调查局的调查，截至七月五日，美国约有三百六十万人表示他们将在未来两个月内面临驱逐。而该经历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们走上街头或进入避难场所，而进一步传播 c o v i 1 9白宫表示。 是由于 Delta 变体的传播，拜登本希望延长联邦驱逐令。鉴于最近变种的传播，包括那些最有可能面临驱逐和缺乏疫苗接种的美国人，乔·拜登总统将强烈支持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决定，进一步延长驱逐禁令，以在脆弱性加剧的时刻保护租户。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：“不幸的是，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表示，此选项不可再用。” 法院上个月以五比四的多数票通过，允许居住令持续到七月底。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建议，大多数加州人无论接种状态如何，在室内都佩戴上口罩。一天后，加州也更新了口罩指南，建议全州每个人在室内都佩戴上口罩。新的指南不是强制性的，目前口罩强制规定只在洛杉矶和优洛两个县生效。 而其他几个县，包括除 s o l a n o 县以外的每个弯曲县，都仅是建议佩戴口罩。还有待观察的是，在最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州指导下，各县是否会将口罩建议转化为强制性规定。随着最近病例激增和 Delta 变种的蔓延，迪士尼乐园宣布，从周五开始，所有地点的游客和演员都必须在室内佩戴口罩。 两岁及以上的游客，无论疫苗接种的情况如何，在进入和穿过景点时，以及在封闭的运输车辆内，都必须佩戴上口罩。在户外公共区域，游客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佩戴口罩。主题公园表示，所有口罩都必须至少两层透气材料，完全覆盖鼻子和嘴，并固定在下巴，用袋子或耳带固定。 让游客无需使用双手固定。阿拉斯加南部海岸遭遇8.2级大地震，引发海啸预警，当地居民被呼吁寻求庇护所。当地居民并没有报告严重的财产和人身损失，但官员称天亮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损失报告。阿拉斯加的海啸警报覆盖了大约一千英里的海域。美国地质局报告称。 此前的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，有八点二级。具体地址是在 p e r a v i l a 东南五十六英里处，震源深度在海洋深处二十九英里。有亲历者称，此次地震带来的震动很大，时间很长，还有好几次余震。有什么比特价早餐更让人心动的呢？那就是提供您多种选择的特价餐。 现在在 McDonald's，Mac c c McD h i k e m 当 c Double 或 hot and spicy Mac Chicken 任选两份，任意搭配，都只要三块半。追逐梦想，城市同行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。更多的新闻消息，请登录 i c t n e w s c o m 我是小洛，关注城市卫视，每天与您相伴。